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恐怕世界已经濒临毁灭了吧。钟子行越来越近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诺亚二号，这是我们人类最后的机会。张恒的能力对我们夺取这艘飞船至关重要。所有黑星小队成员分散到世界各地，搜寻符合条件的难民，他们将担负起延续人类文明火种的使命。